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读经祈祷祈求，主必再来，敬请等候。马太福音第24章44节，所以恁也要有备，因为恁想未到的时阵，灵主就来了。一个拜访过学堂的人宣告说，当伊过来的时阵，要将一份礼物送予全校，切到上帝亲戚的同学。学生就问：“你什么时阵回来呢？”迄个人回答说：“我无要甲恁讲。”有一个向来无亲戚的女同学讲：“伊要赢一份奖品。”所有的同学拢取笑伊讲：“你看你的册桌一向是乱七八糟的。”伊回答讲：“是的，但由现在开始，每一礼拜我拢要将伊整理清气。”有人问：“但伊若是周末才来，怎样好呢？”安尼我就每一日早起整理一摆。人佫问：“或者伊若是你放学的时阵来呢？”这个查某囡仔想了一想，然后讲：“我知影应该安怎做，我要时刻保持清洁。”弟兄姊妹，无人会知影主什么时阵搁要来，咱必须时时有备好，警醒的看守，以致伊来的时阵，咱袂见笑，并且会通交上上好的成绩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信实永恒的天父上帝，你是阮生命的主，因为你的同在，生命中虽然有无数的艰苦甲挑战，但是有你予阮属天的盼望，阮最后的目标就是会通得胜有春。求主保守阮，坚守阮的信仰，甲你亲密交流，也会通时刻警醒，无受恶者的试探甲引诱。阮要随时有备迎接你过来，接阮永远甲你同在。感谢你丰盛的恩典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